我身高161公分，这一次呢最瘦的原因是什么？双车线，直接车线前侧切下来，开一个小开叉，瘦就瘦在这里。还有弹性非常的好，长度大小都 OK， 这边还有一个纽扣，然后呢中位大概在肚脐眼上面，所以刚刚好弹性的。屁股呢完全不紧绷，正常买就好了，不要买太大或是太小哦。然后呢161穿刚好，穿小白鞋大概落地不踩地，腿一样长，然后呢弹性一样好，双车线，然后今年的这个小纽扣我自己是非常的喜欢，这边会有不一样的设计版型。